时间过得真快，41年一晃眼，从入学到现在，毕业以后，其实大家同学都在忙着各个人的医疗的工作，而看到每一个同学，其实在各行各业都蛮有成就的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以后大家有机会能够常常聚在一起。我是651073徐慧欣，651-27号侯刚，宜兰罗东开业，我做眼科。大家都好久没有见面了，看到大家都非常的高兴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651到现在多少年？65年，民国65年到现在41年，对，现在数学很差。651013徐世达医师，我现在是在马街儿童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。我是651-87号李炯忠，我现在是在卫生所专门讲笑话给人家听的。你看我有没有医生的尊严？没有了，我是专门是跟小孩玩的，小孩来打针哦，逗他笑。杨冠阳，内科医师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651最帅的，他在急诊室中校急诊室主任看过人间生死。然后最后自己呢，因为这个身体的不一样，然后这个祷告上苍的，然后得到医治。现在是我们的神父，叫叶志伟，谢谢大家。陈彦明，陈彦明，对，我的 partner 陈嘉一科，新年快乐。651张耀华，小儿科现在在园林开业。651-48号蔡树斌，板桥眼科开业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板桥来找我玩。651吴树坑，林口长庚X 光科工作。651020，我是邱世荣，石牌路一段丘尔比尤科皮肤科联合诊所。我是吴哲明，651099，我目前在林口长庚医院耳鼻喉科，我的专长是耳科，然后跟人工电子耳。希望我们651的同学大家都能够活到100岁。我是651的侯嘉英，我在马街医院内科部服务，我们是全人医疗啦，全人医疗。很多以前都是一起玩的玩伴，以前有一个651俱乐部哦，每周都会办活动，郊游哦，去踏青哦，开小舞会哦。30年后，看看一起的玩伴现在变什么样子。已经离开学校30几年，我实在很想念同学，有机会大家能够再多聚聚聊聊。很高兴要回到台北来参加同学会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。大家好久不见了，看到那些同学在这边聚会，心里很高兴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退休愉快。651-127，金门医院林仁心啊，记得我吗？啊，如果记得的话，随时到金门来找我喝金门高粱。陈尚明，南势角开业，祝大家都能够新年快乐，新年行大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651051，张淑凤。我是651苏哲能。我是屏东民众医院的院长。我是副院长，我给院长管的。苏医师他很疼太太，所以在医院的对面开了一家新池田素食坊。因为太太不会煮饭，所以就开个餐厅，每一家骨呢起家骨啊呢。陈世昌，妇产科，还有嘉义科，有空的时间的时候来我们先装红茶，喝喝咖啡。很高兴看到的老同学，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想跟各位分享的是，要活在当下，享受人生，那大家都健康快乐。大部分都已经凋零了，只是目前手脚还算灵活的都今天都有来，期待大家健康啦，以后少用三管这样。平常健康活动还是要健康促进活动，像喝酒还是要持续照常。我们总霸子在那边，但是我每次都不在，出国开会啊。这次先来看看大家是不是手脚都还安好。